讲笛子，你刚刚摔掉小雨，对。那你们听得到我讲话吗？可以，听得到，听得到。对，我的 OBS 断线了，我断线了，我断线了。还有呼吸，你还有呼吸。我刚不行了。他们居然找外援，他们找外援。被 DDoS 了。呼吸，呼吸，不不不。B， 哦，那个心跳没了。连不回来了。哦，正版验证系统下线维修中。啊？不会吧？我不知道他刚刚这样跳，我再重开一次看看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等一下万一我们不小心把麦块这个离线之后就连不回去了、欸。对啊，我连不回来了。我不知道，我再试一次。哎呀呀呀呀！完了，被霸凌了。不然等一下就是你要开那个 game mode， 那个什么正版验证先关掉，每个人全都史蒂夫这样。哦，对啊，这样还是可以玩啊，只是就是变得看不出来谁是谁。就是史蒂夫军团的概念。离线游玩，可是还是我的网路爆啊，因为我的网路也很累格、欸。可是你还跟我可以跟我们聊天啊？对啊，可能 RC 他吃的网路很少啊。哦，也是有可能的。真的，网路大暴走，我去重开一下好了。啊，好。哎、欸，有狼哎、欸！哼哼哼。YT 的聊天室，别暴走啊！全部都来跟我报告，巧克力。重开哦，对。哦，干嘛跟我报告？我这同队的报告屁呀、啊！对啊，跟我们报告好。到底？我知道。我知道，因为他是我们队的。什么爸爸乔修流？我不是爸爸啦。带四个南瓜头回去，啊！南瓜头战法，大家就全部南瓜头。好了，来来来来来。哎，都没苹果哎，我们也太衰了吧！拿到一颗的呀。嗯。刚砍那几颗也都没有吗？啊！吓死我了！我以为杰瑞是对方对面的。不要怕、哦，怕、欸！这狗狗一直跑过来靠近我，它到底想干嘛、啊？哎，那有食物的味道。嗯，公伞有熊肉的味道。所以哈基，你现在是挖到十一层了？没有啦，我在旁边洞窟乱逛。哦，在连着看。好、啊。哦、我只挖到了四个。嗯，这 ID 是谁的？我看一下。啊、哦，回来了。来了吗？嗯，他加入了。我看到你有加入了。我打个木头看看。啊。有。看你们是围漂移啊，不过还可以。有狗狗哎、欸。有回来了，好、啊、回来了。有狗狗。哦，有你打树人，可是有点累个。对啊。嗯。没关系，所以他玩一玩，等一下就越来越顺了。对啊，感觉变顺一点了。所以正版验证没下，那个没有，是我刚刚整个卡住。OK，哦、oh. ，行。干嘛？奇怪啊、哦！哎呦，觉得怕怕。哎，怕怕。有没有挖到什么好宝吗？嗯，我只有打到四颗苹果而已，打到四颗铁。苹果用不到吧？你不是说这场玩久一点吗？所以我才挖苹果。可是那个二十分钟就说完了，40分钟就说完了。啊，对齁，啊，好了，那当我们的粮食好了。我们久一点就是从10分钟变40分钟，这也是四倍久啊。对，已经够久了。去找一下那个、啊、有没有洞窟？教育他们下洞窟还是最快的。哦，所以你们要直接那边垂直往下，还是要找洞窟？我是正在找啦。哎、欸，我看到红土大陆，哎，酷哦！哎呦，后面会有很多黄金哦。对啊，要不要过去啊？对啊，可以先挖挖看啊。还是我先过去？你先过去。好，希望我不要碰到人。我们是绿队吗？嗯，还有蓝队。这边看到，
他记，记了。我想说你头上的南瓜。我心脏差点。没那么夸张啊！前面是有怪吗？我还没进去过。什么东西都没有。这里狼真的是有够世界多。什么都没有。没有，连煤炭都没有。要不南瓜头，要不南瓜头。我看到哈记了。哦呦，我们被抓到了。现在敌人不会那个显示 ID 哦，20分钟后才会。好。你刚那洞没东西哦。嗯。啊，有黄金，可是我没有铁锭啊！哎呦。对，要铁镐。黄金一大堆啦！哇！铁，给我铁，拜托！看到对，你挖到铁你就可以了。对，我要去找三个铁。我又那个掉了。哦。为什么啊？不要霸凌我！不行啊，铁！救星救星！我来挖一大堆铁锭，黄金，别讲错。哦，又有洞了！完了，阿比的诅咒！哎，为什么这么高？我居然听到岩浆声音，登不进去、啊。一样也是什么正版什么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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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没有，就只是在那个。为什么那么卡、啊？哦呦，还是小坑有没有重启数据机啊？还是你刚刚已经重启过了？刚刚没有啊，没有以前重启很麻烦、是有点麻烦，因为你要在那边按那个。哦，再重开一支麦克，真的还不行，就重启了。嗯，可以。好啦，苹果有用了，一大堆黄金。哎呦！啊哈！啊！动用苦力怕了，算了，不下。啊！我被僵尸吓到，吓死你！他还摸了我两颗星。哦，又回来了。嗯，你被摸了两颗星。对，不过没关系啊，我有没关系，你可以做金苹果就赚了。对，哎小，哇，蓝队也在受伤哎，他们一定是去洞窟探险，一定是的，所以我们也需要找到好洞窟。我被惊吓啊！我去重开我数据机。还是一样的、等我，好，等你，我会。